我这鞋子拉碴味儿，你咱们就这味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田农嫂。又到了吃饭的时间了，今天给大家做什么呢？今天我就用驴肉给大家做一道美食，一起来看看吧。500克的小麦粉，加入1勺食用油，加入3克酵母粉，温水和面，将面搅成面絮，搅拌至没有多少干面粉的时候，和成面团，这样不沾手也不沾盆，放到温暖的地方，省发2倍大。这是驴肉，这是一块猪肉，下面我们把它清洗一下，加一点料酒、QQ 星、一点食盐，再用手抓一抓一下。清洗一下，把洗干净的肉剁一下，大把香菜叶也一起剁进去。剁好的肉馅放到盆里，姐放一块姐，多倒一点食用油，加2滴料酒，加鸡粉3克，加点蚝油，加4克盐，2克五香粉，加味极鲜，挤一点老面酱，搅拌均匀。老公说他喜欢吃蒸的小包，我把这一部分放在了蒸笼里，然后蒸15分钟，看看按下不回弹就好了。我发誓，我已经吃了2个了，我还要再吃1个，太好吃了！请关注我妈妈田农嫂，谢谢大家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真好吃！我不带孩子吃饭了。